2023年第四届佩林宫圣庙杯青少棒邀请赛，经过五天激烈的赛事了后，由高雄市大仁国中棒球队夺得冠军，获得50,000元奖金。亚军由东石国中棒球队获得30,000元的奖金。季军是台南市明德国中棒球队获得20,000元的奖金。第二位运动赛事推广的铺主佩林宫对这项球赛非常重视。开幕典礼由赢车江宏温、威廉波特历史上十大人物冠军投手18K 纪录保持人陈昭安，享有替补美青的詹智珍教练、中华民国学生棒球联盟会长窦国少等人担任开球嘉宾，并且由布袋国小各队表演战鼓昂扬，由汕头国小土狗分校人赛队表演雄狮献水。感謝心情，感謝就咱這屆，咱第四屆青少棒，表演賽，所有參加的隊伍來自咱12縣市24隊的隊伍，咱這個心情終於在恁初初的中間來走出，心情出來，總愛在這感謝就咱真濟人來共同來贊助參與到咱聖母杯第四屆。青少棒，嘛爱伫遮搁再次感谢着咱老李啊，国小，咱只翁校长啊，咱的陈主任，搁咱幕后的推手，咱总教练，因为这三个努力，靠今仔日的成绩，靠今仔日遮尼济来自无同县市的队伍。总爱搁伫遮，甲恁讲一下感谢之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董事长蔡成忠表示，埔主佩林宫唔那是地方的信用中心，更会承担社会责任。今仔日伫青少棒首先发球，即便各校棒球队的球员日后会当持续挑战自我，伫球场上互相切磋球技，以充沛的精神甲勇气来面对未来的挑战。每一位参与佩林宫圣母杯青少棒邀请赛的选手，拢会当有上好的发挥，争取到上冠英姿。新新闻中来行，埔主持采访报道。失智症是一种病，不是正常的老化，镜头不来记忆退化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的生活。譬如讲，代志虽讲虽未记，无头神，情绪无解稳定，个性变甲搞猜忌。物件无去，唔知你安怎找顶顶的镜头。嘉义县失智综合照护模式，提供对体检、早期发现、专精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。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，会当预防甲减慢生活功能退化。